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啊！来来来，请进，请进。有咖啡吗？有，什么都有。来一杯。好。图案呢、啊，很多人会说它这个是长得很像凤梨，但是其实它这一间 Husqvarna 这间公司一开始是在做步枪的，是做武器，所以这边其实是一个步枪的形状啊，这是准星瞄准，好，两点一线，对啊，那但是现在他们武器应该是没有在生产，但是目前就是比较做的是那种农用机具跟车子，黑剑，白剑。白剑的部分，它的特征会比较是属于那种就是公路车，所以看到它会有那种类似分离把的设计，然后公路牌。啊，如果黑剑的话呢，它就是把手会比较高，会比较偏向越野一点。那你会看到它上面还有一个油箱的架子，然后越野胎，巧克力胎，对，没错。但它还没有到像真正越野巧克力胎这么的颗粒这么的集中，所以这一种在公路上也不是蛮好的，而且这车子非常的轻，它可以这样原地都可以。所以它总重是多少？总重152，它这151，两个都差不多。然后我们现在就是这一台车，我们有送就是机会快板。它卖的很便宜啊，31万8，啊，然后我们现在有37.16%的活动，373cc， 对，373cc， 马力44匹，扭力是37牛顿，然后再搭上它的重量，其实这台加速度会非常快，到台湾差不多快一个月，那现在是大家都热门车款。然后原厂，不管是白件、黑件，原厂都是配那台钢丝。自己看这东西。然后再来是我们的这个 Supermoto， 非常多人喜欢的滑胎车。那它这一台就厉害了，它这一台重量140公斤，但它马力75匹。然后扭力是73牛顿，73.5，所以这一台可以做到很多很极限的动作。700cc， 对，没错。红牌的，对，红牌的，600，它其实它严格执照上面是693，那我们大家呢就简称它100cc。它是这么大一台，竟然重量比这个还要轻。